身后就是一个三居室的小木屋哈，那娜娜已经在里边 get ready， 已经做好准备了，她是要带我们去参观一下这个三居室小木屋的里边。Knock knock。Hello。Hi Yuna。Hello， 我的名字叫 Yuna， 今天我和我的家人又来了 Sandpiper Resort， 这个是我们的 three people cabin。Three bedroom。Yes，bedroom cabin。Edit that part out。这个是我们的 bathroom， 有一个马桶和一个洗澡缸。一楼的 bedroom， 这个是我们的 living room， 有一个大的电视可以看 Netflix。这个是什么地方？这是我们的 patio， 有一个 amazing view。我们的 barbecue 可以烧烤。哦。烤。狗狗在那儿？那儿？那儿？Come on in. You want to come on in? This is our kitchen. Go snacks. Honey, come on. This is our refrigerator. Oh, and this is Sandpiper gave us our card. Dear Jackie, we are happy to host you and wish you a relaxing and memorable stay, as always. If you require any assistance, please reach out without hesitation. Warmest regards, front desk.有好吃的，好吃可以吃吗？可以啊。Edit that part out。肉和肉和水果 ，cheese。Oh yes。好吃。好吃吗？你看，现在我们在二楼。这个是我的屋里。好，这是我的 view， 这是我的 view。走吧。Second washroom， 二楼的厕所，还有一个洗澡干，还有一个马桶。这是有一个床，有一个 closet， and yeah。嗯哼，这是你的 view。好，我们把房间参观完了，现在带孩子们，主要是要带狗啊，狗刚刚吃了一点东西，带它出去消消食儿。小木屋呢，旁边挨着就是森林和绿地啊，旁边挨着也是高尔夫球场，所以非常非常好带狗遛弯儿。走。Garden 这有好多好多的树，你想在哪棵树下劈都可以啊，你可以把所有的树都劈一遍。我们现在走的这条 trail 呢，是来看老鹰的。在秋天，在这边是能看到全世界最大规模的白头鹰聚集，可以看见成百上千只的白头鹰。那下面这个溪流呢，在秋天三文鱼洄游的季节，你直接就可以看到三文鱼洄游在这里。大家你看这个 hollow tree， 你可以躲进去。里边非常大。三居室，哈哈哈哈。我看见了这个树。好，这个树太奇怪了。啊，我们现在就来到这个度假区靠近哈里森河的这一块。那这个位置呢，前面有一个小亭子，这是三文鱼洄游的一个入河口。那这个地方也是有很多秋季的时候死掉的三文鱼，所以这个地方会聚集非常多的白头鹰哈。秋天的时候在这个亭子里边直接就可以带上你摄影设备过来拍老鹰，可以看见非常多非常多的老鹰。春假来呢看不见老鹰，平常这棵树上啊，这对面啊，还有远处那一片啊，全都老鹰。
然后你看它这个地方专门路上扔狗的便便和脏东西的地方啊，就是宠物友好呢就需要在这个度假村里边把好多跟狗相关的啊一些设施都啊都把它摆设好。这两个还是电车充电站，所以住在温哥华的朋友开电车来这儿也没有问题。过来的路程是120公里，那充上电之后返程又是满电，可以开回去。我没有调查，但是我看这意思，这个电车充电也是完全免费的。好了，上车了。停车。这个地方旅游呢，第一要去的地方其实是哪？是 Visitor Center， 因为这里面有大量的当地旅行的信息和资料可以去领。走吧。 Visitor Center Go。你的手这么大，这边有免费的贴纸啊 ，sticker， 都是当地的一些小镇的名字可以领取，很漂亮。Like pink. You know what I like? Oh, you're the pink color. You're so cute. 走吧。来 Visit Center 呢，可以领一些免费的 sticker， 或者是一些免费的 postcard， 其实都很好看。那娜娜跟达达分别获得了一只大脚怪，达达先让大家看一下你的呗。Subscribe， 它叫什么名字？叫达达吗？这个 bow 还有啊，还有粉色的脚趾头。你回家也画一个粉色的脚趾头 ？No， 我这有点像我的 bobo， 像那个心。你喜欢吗？那个头发呢？你亲他一口呗。走吧。三月份的天气哈，有这个天气真是不得了，感觉气温有个十来度了啊。春季呢，这边的水呢比较少，包括这个哈里森湖啊，水位都比较低。好处呢就是可以带狗也下来在沙滩上玩一玩。好漂亮，看有那个小 ripple effect， 好可爱。还很好吃啊。
这儿的小木屋呢，特别厉害的一点是它里边有壁炉哈，布置好了，非常容易点着。得，非常容易点着这句话。行的最后一个动作马上就要是达达的生日了，所以我给他预庆祝一下生日好不好，我的点吧。 Happy birthday to you， 唱唱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 唱唱唱。 Happy birthday to Titus， 唱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Make a wish， Make a wish。这太快了吧，你没个位置了吗？靠近你。OK。行哈，拖家带口的，在这个小木屋的春假旅行就结束了，回家了，两个小时开回列治文。下个视频再见，拜拜。If I got every word